一点。所以今仔日咱要集结大家吼，趁大家记忆犹新、未过去改变的时阵吼，咱后面就要开始运作。那么我们志工来的可能就是尽量穿这一件，啊，咱的老菩萨来也当有问题，咱给他问。来就是讲，都是讲请这件黄色背心的小志工来吼。再来就是讲，咱的读经班要办老菩萨的书包了。要帮他们买书包嘛，还是不用，就是让他们这样补就好。因为，阿曼先生他们妈妈那边是每个都有一个书包，大家就是一起来讲分量，大家就是后面来读册，买书包来读册，啊，下个等，那是一种精神指标。起码也是这样，对，每天背书包。书包我觉得精神指标啊。哈哈。你的精神指标就是来上课的。上课的，上课的。他们无同哦，咱互因的是讲啊，这不是来上班嘛，就是来上课。啊，一般上班咱拢是有时啊做轻松的嘛吼，爱互因比较有一种期许，有一种期望寄望，所以咱就精神指标来上课。所以就想着讲。是要共款这个物件，啊，这个物件，咱若要衣书包，伊即卖读经书包，伊就是350块，内面有45斤拢有啊，平单拢有啊，啊，就是讲到位共买，若是这是拜咱医院以后来较共伊问，若是好就是建议讲，咱是着放在这里比较好，因为老菩萨讲话咱有看到吼，仁德特质做在这里，吼，仁德的特质。即咱每一个人个性做对象诶，你要问甲伊，大家都各可能困难。我就会建议我们帮他，大家各位志工统一一下，因为如果若是无爱买，咱就是甲伊硬互伊卡，硬互伊卡。啊，若是要甲伊买，咱就是互伊有经济，就是伊可以当温故知新，伊就是伊会当听，伊是伊会当看，甚至会当摕到伊厝内面倒位人买。我即摆咧读册，我逐天去云南读册，哎，那会展现出一种求知欲吼。咱老菩萨讲，咱这观音老菩萨咱嘛共款，咱今老一个新鲜学习的，吼，逐天就是安那，这物件就是一个精神性。OK， 接我就是来，有一个目标，每天我就是有要求的。好，那所以书包的部分，咱哪一咱即摆读经班是350块，350块，好。350块，咱就是个，咱有买这个读经的包，有买读经包。然后咱他拄啊，迄个我们有一个课程哦，礼拜一哈、哦，我们大概会先分配。咱等下就哈，麻烦咱那多拿下会修改，后续再分配，让大家看一下就是。3800块买，
买块的。是吗？有无？啊，若无用，根本没有意义。无哦，啊，7013058，是密码哦，013058。有好侪像我安尼看会较容易个咧啦。好，西固人啊，
会使会使打无？会使学无？哎，伊那个脸吼，伊的整个世界上，咱的整个人的语言能力开发，啊，咱规个整个吼那个精神线啊，会较发达。那发达，他就会比较听力，他会巩固伊的听力吼，口腔嘛吼，口腔跟整个五官里面的最影响，讲话会流利的话，不只是伊的肠胃道，或者伊的听力。干嘛运作，迄拢是有帮助的，所以咱拢卖小看讲，迄是咧讲笑哦。各位浅浅，无，咱他们是咧讲笑吼，我们讲的都是认真的。你想一个拢听起会再来打无？啊，咱遮大家拢会晓听象棋吼，话咧啦吼，啊，到后要听迄个五子棋、五子棋、乌白棋啊，迄黑色、白色，吼，啊，话讲听跳棋。迄拢会使讲，啊，咱拢会使讲搬出来。只要咱有经验，咱来搬出来，啊，跟他分享，吼，这是第二职能。然后在职能点夫这种简单的嘛，吼，你讲啊，我有迄个经验，我真过，吼，但是虽然咱即摆是爱跟着那个舞讲师的教导的方式去做，唔是咱家己讲，哎，要买啥物啊？你看顶下听一个先生讲，我买一个啥物？啥物？无，伊讲一个农业的名。讲一个拢了，我买起来啊，较用着去啊，也人嘛足贵，搁足水，搁足紧的吼，啊，那不行吼，你袂使去家己想的吼，自己想的，那不是我们要的吼，你嘛是慢慢来，慢慢来嘛是一种乐果吼，所以栽种的农田不，你讲哎，拢专业的啊，但是咱会使去学，我们也可以哦，我们可以做安满鞋来学吼，来培训，然后活动资源的是啥？咱跑啥啊？啊，对啊，咱有看到咱的。前人啊，其实后续觉得很感动。前人今天算是很舒服还是不舒服的状态？他真的是不舒服啊，也在表示那看完医生，他就可以回家休息。那健全的不舒服就回家休息，因为非常的哈，那这样的年龄哈，然后还起来跟我们鼓励，其实后续真的很感动。后来觉得丹顶的成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老人家哈跟我们慈悲，跟我们加持，都哈获得力量。讲三字最重要，好想要三字深深吸引哦。你相信不得力量，你就会产生那个爆发力。因为前面有爆发力，是你里面可以，我刚才心态好可以。你一直想到可怜，你就完全爆发力该出来。那你想到我的习惯，你我绝对是可以，那爆发力得出来。所以接下来，那就跟我们活动资源有关，这些活动的服务，那大家都是可以。咱若讲要做工课，厨房好啦，安尼默默的好，安尼也要做讲，好来，咱大家来做活动吼，啊，就是样，来吼，啊跟着一起笑，一起唱，各位浅浅拢安怎？我袂晓。好，咱拢做到讲几句吼，我袂晓。但是刚刚那个我们讲师吼，放浅浅来慈悲，第一个微笑是人跟人最基本的距离。好，啊，咱老学生其实拢伫高中，大家咱话嘛就熟。但是就是说，你来买干嘛干嘛呢？对，你要创造出家人的感觉。我得来是得来处，啊也要自在。所以，那不是比较拢在共同做伙吗？但是，是比较在示范给他们看。啊，伊也咱做伙啦。咱头啊是做些示范的，那是示范的工具了。各位浅浅，那不是在服务他们，我们是一起创造出。我要服务众生的平台，不是在给人家解答，啊，给老菩萨会当家己用有更多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活动资源就是讲，你会当去教老菩萨，带老菩萨干呐，做伙伊会当来带动这些活动的资源。啊，老菩萨来家己会当带动活动资源，其实志工不用那么累，伊家己就了点。好再来，咱来听我讲，有一个班长，有一个什么长，你就给他什么长，给伊一个责任，啊，有一个想要。哦，所以这个也是，你就是来带动、来示范、带领他，然后再来就行政资源，这个我们可能也很需要行政的资源。比如说，或许的想法是，我们接下来会遇到过年，哦，他点的是慈悲，但是过年的时阵弄得浅显，家己底下的小公要来忏悔有无？我不然那布置佛堂的那清的那些，啊，但是这些的前置作业要不要有人去规划去忙去动？这个是第五节，行政的东西要有人去。那如果你认为我的行政，我干嘛？记得我们外面包括采购啊，连你电话都帮忙到位，管几个，还可以。
理论吼拢会使。那么，再来就是课程的辅助辅导，这个是讲我也想要来安排课程，你安排迄感觉普通普通，我感觉袂歹，也可以。啊，但咱前些拢是客群拢，我安那，讲个课程拢会讲啥物，我袂记啊。好，那么你也想讲我袂了解，课程我里头嘛看到上面还不错，那我们就可以拿进来，拿进来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那个讲师协助的情况。我买单这讲师，那现在后续跟各位简简报告，各位志工都是讲师，各位志工都是讲师，你不要怀疑，我话不要讲哦，这只有你愿意，没有会不会的问题，好，因为老菩萨来就跟我们都是一样啊哈。那包括说养生运动啊，除了八段锦啊，哦，石桥手啊，看到八段锦啊，石桥手啊哈，那你也可以八段锦都可以，那我也要八段锦。也是啊，吼，双手托天离三江，你着手啊，坐嘴啊，讲啊，着对调，咱咧做伙，吼，啊，左右开弓四射雕，哎，啊，老菩萨也记诶咯，你做一道，这个老爷记诶，也得教伊注意起来，我操，你啊，你本分做新鲜，不能够像这样好好的在那个学校上课，安尼你嘛就懂啦，吼，让他有成就感，那传授给他们，他们再去。广泛的分享出去，这就是我们想要。然后再来就是饮食料理服务哈，他都要后选标厨房储备沟通的时候，哎，老菩萨然后选负责的前线然后选通知，无秘书我袂晓处理这个啦。但是后选沟通到最后后选乙方二来计划嘛，那怎么沟通哈？后选中间太多后选就不接，但是中间后选用了很多刚往前线讲的技巧。哦，用了很多技巧，也让他安心。浩雪跟他怎么讲？浩雪还是坚持，你讲无味素，你放心，不是，无爱互你用味素，是化学的味素，莫用。即摆互你用天然的味素，你要换一句话讲，用天然的味素。我们现在就是用去控高汤，咱就是控海带高汤，还是蔬果，就迄头尾蔬菜的头尾不要的剁起来，就去洗好清，再去控。哦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拢免烦恼，我会控制从平常几碗几碗，你要煮的时阵，搁煮起来较简单。你的味素换作是一角一角的，迄个调味变化安尼。包括如果你要去服务的，你要饮食料理服务的，你都可以这样做。啊，我想要跟各位报告，其实未来慢慢，可能慢慢想到厨房，都是老婆在咧弄。各位年轻的志工，还是前到志工，我们都要去负责一下，因为这个你从最基础的饮食。你也让张亚峰，其实吃是很重要的。那健康从吃到精神到身体，一定是一致的。啊，以我们浩雪峰，哎、啊，你刚开班干嘛用米烧？哎、啊，那不在浩雪负责的范围内，不要问浩雪哈。浩雪只负责我们规划我们这个那个成人那个老菩萨班哈、哦。那这个家那个弥勒家园跟浩雪只能跟各位保证，你来家我们的弥勒家园是吃到的所有的餐。它都是安全，至少它是安全无毒的、哦、健康的，它不是有化学添加的、哦、所以这一块不能是讲要甲米所用好完啊。那么后来我们沟通到咱的厨房的这个老蔡前贤哦，他很阿三，你讲卖用好完，然后把收起来，哦收起来哦，收起来，讲收起来，我收起来，唔阁无用啊，我赶紧。你开班的兄弟们都已经开班开一，他留给那个很多的人去吃哈。然后他说这一批我们自己的志工，包括我们的老菩萨来这里用餐的，全部就是都不用的，他就是要用我们天然的、天然的那些蔬块的那些冰块。好，那到这边这样解释服务项目，这样有了解吗？你是总共几组哈？服务项目还是有看哈？有看叫什么拢会聊？可以给解其他就是当我想到的时候，当我想到的时候，我绝对全力配合。哦，接着是这个为什么要跟各位一定要勾这个下面时间？其实后续重点要看时间，因为咱去卖个茶赛，拜一无问题，拜五无问题，拜三进还是？安尼两时阁无啦，两时无啦。啊，好，后续两个进哦，拜一无问题，拜五无问题，啊，拜三一个人尔。拜一拜四了啦，拜三是。所以简单讲，还有二三四可以选。好，拜三那就拜三，也太好。
但是无也无来。一万五千。好，两个礼拜三的哟。好，两个礼拜没有没有。这个候选还没有看，候选是之前接收到的讯息，这样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样的讯息，那么行，好，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先下去用餐。那晚一点呢？如果大家你赶时间呢，我们就不勉强。但是我们记得我们。一月一号早上八点半，老人家进场就开始运作。那第一堂课，我们先在这边讲。第一堂课就是佛堂巡礼，欢迎大家看。所以等一下你可以自我举手说，我想要做一些佛堂简介介绍。那须知的部分，后学会来学习，后学会跟老师再讲须知。他佛堂巡礼也要有人愿意，这个部分还没有，不知道哪位前学愿意。待会如果你愿意，跟后学报名一下，对，因为一号的罗岗群里，把所有的老菩萨认识罗岗群下，好 ，OK。那下午呢，后群有一个就是课，就是我们所有要趣味的，你在旁边后面有内屏啦，这上面有这些趣味的那个 DIY 讨论，如果你有觉得有兴趣，就可以。